续来看宜兰三星乡迎接着情人节，设置的浪漫的景点双星拱雕，要让民众翕相打卡。灿烂烟火照光夜空，迎接情人节，三星乡打造双星造型的拱雕，就伫安龙溪夜站的文创地幕场。要亲要亲。大家拢看真一个，魏经理感觉歹势，嘛有人是大方表示。哈哈哈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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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双星拱雕的一路展示到2月17，有兴趣的民众不妨好好把握机会。情人节。